瘦子近期正忙于世界巡回演唱会，飞往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香港等地开唱，吸引大批歌迷入场支持。日前，他在社群分享了一段1分48秒的巡回活动花絮影片，只见他身穿休闲上衣搭配灰黑色短裤，戴着鸭舌帽、太阳眼镜，从机场走出，并搭上接送车辆前往马来西亚演唱会场地。接着，他还体验了当地的街边小吃，并亲民的跟偶遇他的粉丝们合照。街边小吃第二站。与粉丝们合照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，无论他走到何处，脚上都穿着一双轻便的黑色夹脚拖鞋。事实上，过往瘦子也曾多次被拍到穿着同一双夹脚拖的画面，勤俭持家的举动让网友感叹直呼：“这双拖鞋去过的国家比我还多。”逗趣留言获得不少网友认同。Bye.